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奇异果班的李子谦，我叫大家好，我是好饿的毛毛虫。毛毛虫在叶子上面爬呀爬，毛毛虫在叶子上面爬呀爬，这边吃吃叶子，那边吃吃叶子，毛毛虫变成蛹，哇！毛毛虫变成蝴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奇异果班的李子谦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《好饿的毛毛虫》。日光下，一颗小小的蛋。星期天早上，暖和的太阳升上来了，嘣一声，一条又小又饿的毛毛虫从蛋里爬了出来，它要去找一些东西来吃。星期一，它吃一个又红又脆的苹果，可是肚子还是好饿。星期二，它吃了两颗又绿又软的西洋梨，可是肚子还是好饿。星期三，它吃了三个又紫又酸的李子，可是肚子还是好饿。星期四，它吃了四个又红又甜的草莓，可是肚子还是好饿。星期五，它吃了五个又黄又多汁的柳丁，可是肚子还是饿得不得了。星期六，他吃一块巧克力蛋糕，一个冰淇淋甜筒，一条小黄瓜，一块卤肉，一条火腿，一个棒棒糖，一个樱桃派，一条香肠，一个杯蛋糕，还有一片西瓜。那天晚上，毛毛虫的肚子好痛。第二天，毛毛虫吃一片又嫩又绿的叶子，它觉得舒服多了。现在，毛毛虫不觉得肚子饿了，它不再是一只小毛毛虫了。它是一只又肥又大的毛毛虫。他造了一个房子叫做茧，把自己包在里头。他在里面住了两个多星期，发现咬破了一个洞，钻了出来。哇哦，毛毛虫变成一只好漂亮的蝴蝶。蝴蝶生得真美丽，头戴的金丝，身穿花花衣。你爱花儿，花也爱你。你会跳舞，它有甜蜜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歌。